Hello, Google. Hello, Google。咋没声儿呢？谢谢文三的钻粉飞机，别送钻粉飞机，送办卡呀，给我办卡任务。文三。Hello, Google。办个好的，这哥们儿有点厉害呀！你怎么？但你再厉害，你还能一打三呢？应该不太可能。他们能在你的葬礼上面穿越？我是来薅的，上薅的还是上厄加特呢？厄加特吧。这把是什么？好戏开场！你的商店会比你高等级的当前等级高一级的几率来刷新赛季之星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可能会出四费的赛季之星。下波我们直接升级，然后。递个四费卡没问题吧，递个四费赛季之星
亚克斯。干不过呀，一个飞流失有点厉害。我直接一手无尽没问题吧？谢谢香港歌迷的钻石粉丝，感谢。谢谢我香港哥的钻石粉丝，感谢感谢。蓝给我一个没问题。算了，我要这个。君子刚，KDA 差一个，没啥羁绊呢。好像干不过，记也没有完全记吧。下边给我刷一个那个新的天选，有可能给我直接干个四费，兄弟们。或者三费天选也可以，没有完全记吧，意思干不过也属于正常现象。确实是没啥好上的，就这么个玩了。谢谢香港粉丝的18个办卡，谢谢感谢。感谢香港哥，谢谢。下把直接给我来一个四费卡，咋没刷呢？那是下边再刷是不？给了个女枪，
现在能刷到吗？能啊，他这不商店会比你等级高一级的几率来刷新赛季之星。不跟你跟我说了吗？等级高一级吗？六级肯定能刷到三费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肯定能刷到四费的。六级刷四费的应该没问题吧？看个赛季之星的概率，那这不写着高一级吗？全息投影，无尽法宝。什么人才？怎么的了呢？怎么的了呢？他会写0%呢？我也不是很能理解。啊，你说这个呀，无尽法爆啊，那不是 EZ 凯隐的装备吗？喂，壮壮，哎，怎么没声啊？等我看看啊。呀，我那个，你先玩的。我刚才那个音道没选好，刚才没声。你先玩的，我学习学习，我学三局了，猴哥。学习学习。你得，我也不会玩啊。你这法师跟心之刚有点 low。这阵容我不玩了，反正是。心之刚有点老。那心之刚不行啊，那打到后面都打不过人家呢。哎，你们这些人，我就发现就是什么事儿啊，都能给你搞出一点污秽之词，我一点没往那方面想。这叫什么？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。污秽，真是污言秽语。嗯，是美测服还是国测呀？我先排队去。国测，你排队肯定是排不上来了。那个，我给你要一个。中了。有没有在国测服已经在线的兄弟们，来个号呗。有没有在国服测试服在线的兄弟，来个号呗。
哇，感觉好好玩啊！就是出门能拿一个二星，那不无敌吗？嗯，新版本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比较的好玩。这两排队半小时，肯定是排队半小时。有没有兄弟在线的呀？给一个，给一个，给一个，给一个。475252凝聚力有没有？这么大个直播间，这老些人一个兄弟没有吗？不可能！快快快，让兄弟玩玩，兄弟一把都没玩过，给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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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给一个，给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有没有在线的兄弟？群里边，群里边，左下角有粉丝群啊，13级粉丝牌的粉丝群，还有钻粉群啊，可以私聊我，有的话。哦，有兄弟，好像有。我先排着啊，好像有那儿了，我还找了一个。结束之前我能不能排一下？完了，按错了，递了一下子，那问题不大。我先干吧。猴哥，我在线，你先进游戏。我是直接登他的号还是登他的 VGame？ 你直接登 VGame 啊，登 VGame 然后进。那样的话不会排队吗，猴哥？因为他在线嘛，他在线你就不会排队啊，他在线了你就给顶掉了。就是我登 VGame 的时候不会先把他游戏给顶掉是吗？对。那就成。王者打个号，我在上课，猴哥。那你说啥？那是那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在上课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先进游、啊、他是不是他号搁游戏里挂着，他人在那个外面上课呢，在宿舍挂着呢，那没用啊，他得进游戏我才能顶啊。猴哥，你发我这就试是吧？我先登一下试试。对，你登一下试一试，你看能进去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好、哦，三星拉尔。八级开地，新的刚开野，无敌了。上一句辛之刚也这么说的，猴哥。这句不一样啊，这句跟上一句完全不一样。这小子怎么开眼都有？测试服在线在挂着，那没用啊，你挂着没有用啊。
哥们说他人在上课。一个没有，兄弟们，怎么回事？排三个点儿啊？你排几个点进去的？我是直接顶的那个本身号啊。啊，你也是就直接登 VGame 然后顶进去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在游戏里边，然后我把他顶进去的。啊，就他正在玩的过程中给顶进去的。啊。哦、啊，这样才行，明白。对，这样才行，他不玩不行。好了，哎也没了，那我就不登这个了。哎，砸银刀卢仙，昨晚那海阔天空没了，为啥呀？海阔天空怎么会没了呢？暴风领主什么级别？我昨天进被窝之前，我还看了一下子那个攻略，看了个金克斯的攻略，无敌。金克斯啊，我第一把玩就是金克斯，玩这个还可以。吃鸡了吗？好，打完鸡我就已经无敌了，我也不用打完鸡，我直接无敌。哎呀，说了无敌就无敌。不好意思，好，无敌不了，对面也是这个熏子刚。啊，那你这装备这么好，我操，我赶紧地啊，我受不了。没看明白，猴哥，那心之刚不是以前那赏金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连胜呢？连败不行吗？因为他这个心之刚啊，这个羁绊数越多，他三个心之刚只给一心能没用，所以你要高心之刚以后，然后再输或者赢才行。哦，就是三心之刚不是那种赏金那种的，就养龙那种。对，不是说是你连败咋咋地的，那个不行，你得说是。高心之刚才行，所以前期就得赢。然后凑了高心之刚，然后再输，然后输完之后一波手菜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却在游戏里，但是我的同连服务器连不进去。怎么他妈谁也打不过呀！我操，什么原因啊？
是伤害。血量有点低。质量其实还可以，你们觉得这鱿鱼我要吗？要不了啊，这要张凯隐才能有用。一点儿也干不过呀，这光明不给 EJ， 给 EJ 啊，鸡鱿鱼，拿个鱿鱼吧。行啊，这阵容怎么能谁也打不过呢？这么老吗？两星卢仙。这要再打不过我没得说了好吧。这要再干不过我没得说了，我这阵容已经是完美中的完美，我只能说这要再干不过那确实是有点 low。垃圾的一逼，来给我封着他，封着。好，给张碗豪。EJ要他干嘛？没有用。不如来个三星满豪，完全没用。我的凯隐还变不变身了？再不变身，我要记了。好垃圾呀、啊！
两星卢仙带光明，两星 EZ 一星 K 谁也打不过。喂喂，我的在线私聊了，等回复。好嘞。